我指的班上呢，最近连续两天都在做快筛，因为呢，两天都有同学确诊，所以每天都从学校里移机快筛回来，还要回报之后才能去上学。现在确诊的人数真的没有比较少，你看我的清辉一号又要外送了。其实清辉一号几乎每天都有人订，有人订一包，那有些回购5包2300，一包599。有喝过的客人呢，基本上就会订。然后有些二次确诊的，听说二次确诊比第一次确诊的症状会更不舒服一点，那就很多客人。所以你看，我光清辉一直送不完，你就知道其实真的还是要做好防护。现在虽然外出已经开始有人不戴口罩，但是我还是会做好基本的防护，回家喷酒精。然后清辉一号喝起来，台南市东区都可以外送哦。你如果不方便出门，告诉我地址，我就可以安排时间帮你送。那如果你是在外县市呢，你只要下单。超取或者是用邮局寄到你家里，很方便，一包就可以回冲很多次。尼格马克杯可以回冲很多次，你可以喝一整天，让你身体比较舒服之外，平常可以当做保养来喝。这个喝起来真的很好喝，还可以煮鸡汤做果冻。所以呢，你每天都可以跟清辉一号当好朋友，赶快来找我下单吧，在台南市区帮你外送哦。我现在要去外送清辉一号，那还会送，当然会送客人。我们的黄金四宝现在有活动哦。赶快办门槛活动，只有一个礼拜的时间，赶快来下单哦！